多謝中文大學今日邀請我哋嚟，多謝崇基學院。咁我係 Ivy 啦，咁我朋友金永廠。頭先呢首歌咧係Franz Doppler 嘅 Mazurka des Salon。咁 Franz Doppler 係一個咩人咧？咁其實佢係一個波蘭嘅作曲家。佢哋咧一門雙傑，兩兄弟都係吹 flute嘅。兩兄弟咧其實係之前我哋香港咧熱烘烘就係 Vienna Philharmonic 嚟咗香港咧。 佢兩個就係 Vienna Philharmonic 嘅創團嘅團員嚟。
所以兩兄弟一起作了很多歌是給長笛，無論是好像剛才那樣是 solo 的啦，或者是 duet 的 pieces。 另外一個有趣即是很 interesting 的東西是什麼呢？他們兩兄弟呢表演的時候呢，一個支flute是好像我剛才那麼吹向右邊，但另外呢他是 special major 的支flute是向左邊炸的，所以他們兩兄弟在那個時候是很紅極一時的，他們的 duet， 因為他們兩個在台上一個左一個右很好看，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找一下他們的 flute duet 的 pieces 來聽，都很好聽。接下來第二首的歌會是什麼呢？就是John Rutter 的 Sweet and Tea。 John Rutter 是一個英國的作曲家，他很出名的就會是一些choral music 啊，一些Christmas song 咁樣。咁呢一首歌《Sweet and Tea》咧，係點解會作嘅咧？咁就係其實嗰陣時咧，有一隊叫做London Baroque Soloist， 佢哋喺一個 festival 嘅時候咧，就會表嗰陣時就係會表演 Bach 嘅 Brandenburg Concerto No. 5。咁嗰個 orchestration 就係乜嘢咧？就係有 flute 啊，有 string 同埋有 harpsichord。咁 John Rutter 為咗呢一個 festival 咧，就另外特登做一首歌，就係 for 呢個 combination。所以 originally 呢一首歌 Sweet and Tea 咧就係 for flute 啦、string 同埋 harpsichord， 但係你今日見到我哋就會係 with piano 嘅。咁呢首歌嘅特別嘅地方係乜嘢啊？咁就係佢，因為你諗下有 string 同埋 harpsichord 同埋一個模仿 baroque 嘅感覺嘅歌嚟嘅，所以佢都叫 Sweet and Tea， 即係一個仿古形式嘅歌嚟嘅。咁佢有六個 movement。入面咧佢係會 tribute to Bach， 但係咧你係會聽到佢有一個 modern twist， 有啲好似 jazz 啊，或者有啲 folk dance 咁樣嘅嘢喺度，但係當然亦都有佢好 well known 嘅，好似一啲 Christmas song 咁樣嘅元素喺入邊嘅。咁希望你哋中意，等我埋下樂器先啊。Thank you.
Thank you.